七十片啊！我操，查符啊！我去开个交通器，开台湾服吗？七十片这国人就受不了啊！七十片很还好吧？真的快屁股用吗？也许有啊。不用交通器，感觉会更好。来，等会关吧。我们残血，我们残血。阿贤刚玩 CS:GO， 今天从哪一张地图开始练？没指挥社，没地图关，地图啊，条条地图就是路很大条。 随便打的，也没什么小鬼味，反正就是走出去就打。D2路比较大，因为你看 Mirage 箱子什么角落这么多，D2就还好。高雄超级大懒觉大，连跳不起来，我操！赛特哥，关匹跳不起来的。 这个人疯狗是不是？为什么打关匹？跟干爹玩，我怎么这样没狙到啊？我很烂。为什么他滑鼠抖抖的？灵敏度太快。然后他自己又不适应，就会这样。僵尸老大，僵尸老大很强哎。僵尸老大，台湾人哦，搞心态大师。你要这样推，大家来推啊，击败，推杀小。 切，没找到他。等一下，必消两个。不要狙啊！不要狙啊！给我们烟。麦皮。加一个。 二总才拿两分，我们好烂，为什么感觉关皮卡卡的？枪吧，哇，残血吧，哦，这把刀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明天没放假，我是奴工，我是游侠，这把是要起枪的，中两个，中两个。 我操！好，这卡的，你没拿出来，我死了。Hello。我该闪哦。我硬了，请你负责，不行。 嗯，你给我偷丢东西，丢什么？换枪嘞，有哦，一分一分的追，这肯定不是好音乐，耳朵注意，小心 B。哎，你们蹲一个。 跳，下一个。车。Bench。哎，没人要帮，这是不知道。张先生，这手，你这手套也太新了吧，张先生。我可以见几天耍耍。又要哭了，是因为他感情放很多吗？这没错，印花局。 因为我的skin都是人家送的，<笑>传说是安东尼老爸的。哎，没了，没有加持啊。定杆啊，定到歪头。感谢主播，再一把，打一把够吗？还要吧，打一把哪够啊？今天去硬派拆。
CS 屯只有我一个，不然都在玩什么 FPS 哦？阿贤能推荐我好玩的射击游戏吗 ？FPS 主播好强，感谢张先生订阅，谢谢你。开始游戏，好厉害这个人。对，只有你会炸是不是？击败你。操，炸啥小？炸啥小？啊，重点是你就这样抛弃你的大陆朋友，太狠了吧？他直接哭出来了，直接被人家丢包哎、欸。那个就我们那个陪玩店的。陪玩店，你还有开陪玩哦？有啊。是你找他玩，是他找你？我就跟我们那边客服讲一下就来了。那个是我比较常一起玩的。那怎么不找妹子，找棒子什么意思？棒子能吸，能体验走路的快乐。陪玩不是应该找妹子吗？找棒子这样快乐吗？两个中远。好，我想看张先生的龙狙，真假？张先生有龙狙哦，刚怎么有拿出来品乓一下嘞？双枪侠，双枪侠好猛！真跑还假跑啊？刷爆了是吧？黑刀，要这样虐人家？哪有？他自己不插电的，我又不是说用枪法虐他，我只是躲着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用枪法虐他。玩弄窗户，赶快把这把虐一虐，再把张先生的龙狙邀进来，需要一把龙狙啊，很香啊！火烧的寂寞，哇，右边，我的人头。哎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串烧局 ，OK，OK、OK OK、啦，各位，就下这里。OK 啦，比目鱼战术，看两边，上下我都看，我都有在看的哦。还有一个。主播张图连接拱门 jungle 要怎么分？连接就是拱门 ，jungle 就是 jungle， 不是啊？哦，我说真的啊，连接就是拱门啊 ，jungle 就是 jungle 啊，我说错吗？啊，就是这样啊。Nice。就一人打一只，一人打一只就赢的游戏，妈的嘞，有那么难吗？